FT21 聊极限 ，O 不 OK？ 首先，我们讲它的外观真的是非常小巧，巴掌那么大小的吉他，收拢的尺寸只有8.4公分，展开，看到没？19.5公分，而且哈，这个支架它是一个新合金的一个材质，随你怎么折叠，它是不会坏的啊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呢？两档可调，看到没？两档可调的同时，我们的一个琴壳采用的是我们的一个 CNC 的钻石切割的一个工艺。来，我们再看它的一个什么很关心的哈，纸板它是一个玫瑰木的一个纸板，加拿大枫木的一个琴颈，还有什么呢？无头的一个设计。来，三二一，看到没？它就可以放回去，你放拨片，非常的，非常的。我们再看哈，它的一个什么呢？24品的同时，我们的一个弦距，它是一个贴地飞行的一个弦距，非常的低，而且低的同时不会打品，包括我们的一个品丝的一个倒角。这个非常的圆润，俺也一样。为什么你的手 ？OK。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什么？耳机监听的哈，可以静音练习。对，不吵他人 ，O 不 OK？ 音量、音色可以调单块的一个神器。听好了，这个你玩点什么流行的、轻音乐呀、放克啊、布鲁斯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OK。但是哈，如果说你要玩什么重金属的、摇滚什么的啊，那个的话，你就要看我们其他的一个型号了。那你到时候你直接来我直播间，多得很 ，OK。